嗓子青岛，周安全员上线。老师，Hello， 我们不碰手，我们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 ，Hello， 不碰手。好，腾讯音乐榜年度榜单正式发布，这应该是目前的华语乐坛比较值得关注且有着一定公信力的榜单了。首先，恭喜周深2022年度取得优异成绩。其次，看了周深的音乐榜年度报告，其成绩之优已经到了令人啧舌的地步。其他不说，上榜歌曲和突出表现之多已经一张截图不够放了，但2022年发表的新歌就突破1亿收听量。新歌收听数据是反映歌手当红状态的最核心数据，2022年整个华语系歌手只有11位歌手在 QQ 音乐上的新歌收听量破亿，周深无悬念出现在新歌收听破亿的序列中，他的实力真的是太强了，他的战绩再一次引发热议。周深腾讯音乐榜年度榜单个人成绩，恭喜荣获腾讯音乐有你榜年度十大歌手、腾讯音乐有你榜年度歌手、腾讯音乐浪潮榜上榜歌曲最多歌手，有3首歌入围有你榜年度歌曲，有13首歌成为有你榜夺冠歌曲。周深2022全年新歌收听人数破亿，凭借50首歌曲、414次的上榜表现，继续保持有你多项纪录，在本次年度榜单取得异常优异的表现。花开忘忧、光子篇、My Only、余情4首歌曲拿下有你榜年度十大歌曲，念归去拿下年度国风歌曲 Top 1。更有6首歌曲入选年度剧集 OST， 5首歌冲进年度十大电影 OST， 在年度公益歌曲、年度推广曲、年度动漫 OST、 年度社交、电台、传唱热度等均有良好表现。这样的成绩除了说声周深牛、周深很牛、周深实在牛，还能说啥呢？这个成绩恐怕前无古人，后有来者也要靠周深自己去破纪录了。周深的成绩是靠自己天赋异禀加辛勤努力换来的，那么多粉丝喜欢他是他一首歌接着一首歌唱出来的。如果让你用一个词去定义周深，你脑海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呢？实力派、天赋、热爱、有趣。但无论蹦出来哪一个词，似乎都无法概括丰富百变的周深，而轻松驾驭多种声线便是他作为歌手百变的最直观体现。罗马天朝夕，驮着唐三藏，跟着仨徒弟，西天取经上大路，一走就是几万里。什么魔法狠，自有招数神奇，21门浪子72变之地，什么魔法狠，不自有招数神奇，21门浪子72变之地，师徒四个斩妖除魔同心合力，邪恶大魔者你。周深歌喉的婉转百变还使他与各种曲风的适配性极好，不管是欢乐搞怪的新年祝福，还是各种类型的影视剧 OST 都不在话下。周深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呀？
山如此百变，却并不让人眼花缭乱，因为他的每一重百变都是他内心和本质的真实流露。不管是小众的西方古典音乐，还是大气的国风史诗音乐，不管是二次元还是凡尘俗世的人间烟火，周深用他的百变带我们领略音乐的神奇之处，也带大家走进他的音乐世界。跨年聊个天，多少年